阿姨，我不是。你不是，你不是，你赶紧走，给我滚！阿姨，你走，阿姨走。奶奶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孩子都病成这样了，你还这么霸道？我家等儿来是舍不得和霍斌的这段感情，你还这么对他？他真就不应该来，他是不应该来。可儿，你赶紧走，你赶紧离开，离开。就没见过你这么当妈的，人心都是肉长的。我们家可儿怎么对你家霍斌，你难道一点都没有看在眼里吗？你还要在他滴血的心上再插上一刀。唐奶奶，我正是因为看到了，我看到了可儿对霍斌的一片心，我才想把他骂走。我也不想可儿为了霍斌耽误一辈子。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的。我问过医生了，医生说霍斌的病不会这么快就恢复的。你说我怎么忍心把他这辈子耗在霍斌的身上？我怎么去见他的父母？可儿奶奶，我都懂，所以说我真的不想可儿耽误一辈子。你现在就把可儿带走吧。可儿，跟奶奶走吧，走吧，你们走吧。阿姨，走吧。阿姨，阿姨，奶奶，你们不要赶我走了，我很爱霍斌，我不会离开他的。我带你去玩。